尊堂荣，天主求你怜悯我，因为有人要谋害我，终日有人要攻击我、欺压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主与你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让我哋诚心忏悔，再一次邀请主耶稣嚟到我哋嘅面前，我哋嘅心里边。我们的家庭中间，我们清除一个空间给他，跟他说，主耶稣，我们愿意跟你共用，与你合而为一。我们准备心灵进入弥撒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因你丰富的恩宠，蒙受你各种降福，求你帮助我们除旧更新，使我们堪当承受天国的光荣。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攻读达尼尔先知书。从前有一个人住在巴比伦，名叫约雅金。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苏萨纳，是希尔克尔的女儿。这女子非常美丽，而且敬畏上主。原来她的父母都是义人，常按照梅瑟的法律教育了自己的女儿。约雅金是个很富有的人，靠近他的住宅有一个果园。由于他比众人更有声望，犹太人经常对他那里集会。那一年，有两个长老由人民选为民长。上主曾论及这类人说，邪恶充塞巴比伦，是由于只在表面上治理人民的长老和民长。这两个人经常到约雅金的家里来，凡有诉讼的都到这里来见他们。中午时人民离去以后，苏萨纳常走进她丈夫的果园里散步。那两个长老每天见她进去散步，遂对她起了邪念。他们瞒着良心，转眼不看上天，全不思念正义的裁判。他们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有一天，苏萨纳像往日一样，只带着两个婢女进了果园。由于天热，他想在园中沐浴。那时园中除了这两个藏着窥看他的长老外，没有别人。苏萨纳对婢女说，将油和香皂给我拿来，关上园门，我要沐浴。婢女们一走出去，这两个长老便起来跑到他面前，对他说，看，园门关了，没有人能看见我们，我们早就爱上了你，你要答应我们，与我们交合吧，不然我们就要作证控告你，说有一个青年人同你在一起，所以你才打发婢女们离开你。苏萨纳叹息说，我真是左右为难，因为我若作了这事，我是必死无疑，我若不作这事，我又难逃你们的手，我不如不作，宁可落在你们手里，也不愿在上主面前犯罪。苏萨纳遂高声喊叫，这两个长老为对付他也喊叫起来，其中一个跑去开了园门。家人一听见园中的喊声，就急忙从侧门跑进来，要看看他遭遇了什么事。
但是当长老们说出这段话以后，仆人们都感觉羞惭，因为从来没有人说苏撒纳有过这样的事。第二天，人们聚集到她丈夫约阿金那里的时候，那两个长老也来了，满怀恶意，一心要将苏撒纳置于死地。他们在人民面前说，派人将希尔克雅的女儿、约阿金的妻子苏撒纳带上来。差人便去了，苏撒纳同他的父母、他的孩子和他所有的亲戚都来了。他的亲友和看见他的人都在哭泣。那两个长老睡在人民中站起来，把手按在苏撒纳的头上，他哭着仰视上天，衷心依赖上主。两个长老说，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园中散步，他同两个婢女进来，随即关了园门，并辞退了两个婢女。一个预先藏在园中的青年人走到他面前，与他睡在一起。我们在园中的角落里看见这种丑事，便跑到他们那里。我们虽然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但我们却不能捉住那个青年，因为他比我们有力，他便开门逃走了。我们捉住这女人以后，问他那个青年是谁，他却不肯告诉我们。对于这些事，我们是见证。会众相信了他们，因为他们是人民的长老和民长，于是便定了苏撒纳的死罪。苏撒纳遂大声呼号说，永生的天主，你洞察隐蔽的事，凡是在发生之前你已知道了，你知道他们对我所作的是假见证。看，现在我要死了，然而我并没有作过，他们恶意对我所捏造的事。上主俯听了他的呼声，当他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天主感动了一个青年人的圣善心灵，这青年名叫达尼尔，他便高声呼喊说，对于流这女人的血，我是没有罪的。民众转过身来问他说，你说这话有什么意思呢？达尼尔立在民众中间说，以色列子民，你们怎么这样糊涂，未经审问，不查实情，就定一个以色列女子的罪案吗？你们再回审判厅，因为他们二人作了假见证，诬陷了他。于是民众急忙回去，众长老对达尼尔说，请你来坐在我们中间，明白地告诉我们，因为天主把长老的智慧赐给了你。达尼尔对他们说，将这两个长老隔离开，让我来审问他们。把他们二人隔开以后，达尼尔叫过其中的一个来，对他说，你这个一生作恶的老妖，你以前犯的罪现在已临到你身上了，你宣布不义的裁判，判定无辜者有罪，释放有罪的人。虽然上主曾说不可杀害无辜和正义的人，如果你真看见了他，现在你告诉我，你看见他们在一起是在什么树下？他回答说，是在乳香树下。但尼尔说，够了，你在说谎，应砍你的头，因为天主的天使已奉天主的名要把你斩为两段。达尼尔叫他退下，命将另一个带上来，对他说，克勒罕的苗裔而非犹太的苗裔啊，迷惑了你，淫欲颠倒你的心，你们一向这样对待了以色列的女子们，他们由于害怕而与你们交往，但是这个犹大女子却不能忍受你们的邪恶。现在你告诉我，你发现他们在一起是在什么树下？他回答说，是在樟树下。达尼尔对他说，的确，你也一样在说谎话，
也必要砍下你的头。天主的天使手中已拿了你利剑在等待着，要将你斩为两段，消灭你们。全会众遂大声呐喊，赞美天主，因为他拯救了那些仰望他的人。众人都起来攻击那两个长老，因为达尼尔按照他们工人的口供，证实了他们作假见证，他们怎样恶意对待了自己的近人，民众也怎样对待了他们。于是众人按照梅瑟的法律将他们处死，这样那一天救了无辜者的血。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纵然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近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纵然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纵然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富有，使我的杯着满溢。纵然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纵然我应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在。愿光荣与王权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上主说：我绝不喜欢恶人丧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愿光荣与王权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愿主与你们同在。共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
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地都流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在这个很多人都要匿埋在家的时间呢，都很多的新的习惯、都要慢慢去掌握去揣摩。神父都不例外、很少有机会呢、连续这么多天要读六读经一、给大家的。通常都有个读经员在这里，我们没有这个没这个奢侈了，现在没了这件事。神父自己一个人做弥撒都是要读完这么多个经文。今天的读经一都比较长。这个故事很多教友可能都未不是太过熟悉，但是所以今次我读个长版让大家可以搭下这个故事，其实都不错的，可以看到天主在旧约时期怎样去照顾无辜者。今天我们在第一篇读经和福音看到有一个对比，对比就是两个女子，一个呢在舊約這個達尼爾先知書裏面，這個蘇珊娜即是 Susanna 呢，是一個無辜甚至是這個義人屬於的一個女子，很敬畏天主，很守法，亦都是內心充滿充滿正義的，充滿智慧的一個女子。在那時候在那個環境沒辦法，因為女子沒什麼聲音，沒什麼地位，她的政工是不成立的，所以有兩個長老，即是人民選出來的長老會長，就變成即大石砸死蟹了，基本上即他們說什麼就是的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天主看到幾多的人都幫不到他，包括丈夫沒有挺身去幫他，可能因為他有錢很多事緣故，如果他挺身可能就傷亡更大，他的父母也都說不到什麼，做不到什麼。旁邊的人也都是完全沒有怎樣去研究過這兩個長老說的話， 就信以為真。這個根本上不是一個審訊，是根本是屈他了，在這裡。但是天主在當中召叫了一個先知達尼爾出來用他們自己的說話去指證他們說謊。這個就是大團圓結局一個故事。舊約新約很不同，新約帶出來這個是很明顯是有罪的一個婦人，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目光看這個新約的故事放在一個女人那裡，這個女人其實她什麼都沒有說過，也都在這個片段裡面她沒有怎麼做過什麼，她沒有出過聲，她只是被人帶到中間，很楚楚可憐，很失喪地就跪在那裡等待死刑，等待死刑。但周边就发生了很多事，耶稣彰显了在这里圣父的天主父的心是怎样，还有人的丑恶是怎样。长老法利赛人带这个女子来，这个是在犯奸淫当中被拉来的。产生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犯奸淫是两个人，为什么拉个女的来，不是拉埋个男的来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很明显变成他们不是真的想執行这个法律。如果真的執行法律，应该两个都带来。两个都有罪嘛。是吧，如果用石头掟死的不是应该两个人，为什么只是得一个呢？所以他们的原意根本就不是有关这个女人的好处，有关社会的秩序，有关法律 的严明。而是用了这个女人做牺牲品，然后去无尝试去陷害耶稣。为什么陷害耶稣呢？犹太人很多的法律呢是要求他们判死刑的，但是当时他们在罗马的
管束之下咧，羅馬人係唔俾佢哋施行死刑嘅。羅馬人係唔俾佢哋施行死刑，所以點解耶穌要釘上十字架都需要比拉多嘅介入咧？如果佢哋可以施行死刑嘅，就唔使去揾比拉多。同樣，呢個女人如果係可以用石頭砸死嘅，就唔需要去問耶穌呢個問題。如果耶穌話佢根據法律，佢係應該要被石頭砸死嘅，咁佢就會惹怒咗羅馬人，羅馬人就要拉佢。如果佢話哦唔需要嘅，咁佢就會犯咗無失法律。咁即係佢係左右為難嘅耶穌。咁所以第一個考慮就係點解個男人唔喺度？點解唔係拉埋佢？第二就係猶太人啊，呢度所講嘅猶太人咧、法利賽人咧，即係想陷害耶穌嘅人咧，就係佢哋本身個心個位係有問題。耶穌問嘅問題，為咗要俾我哋了解到罪更深一層啊，天主睇罪唔係好似我哋咁，法律係重要，法律係幫我哋知道幾時我哋離開咗天主嘅方法。法律是最後的防線，法律並不是天主的標準，法律是我們生活的最底線，最底線，即過了這條線，我們就真的切斷了跟天主。但天主顧及的不是最底線，天主顧及的是想我們去到走向祂，走向天堂，走向祂的擁抱，祂的寬恕，祂的恩寵那裡，走向真正的生命那裡。罪是反生命的，反天主、反生命是自殘的，是天主不想見到，就好像父母不想見到子女去做一些傷害自己的事。父母不是想去不做這些事，而是想去學做好的事。所以耶穌問就是說，那你們誰沒有罪的，就第一個擲石頭吧。這個聖經裡面有一些細節，一個一個走，但是不是就咁走，由最老的開始走。人的年紀越大，積罪的罪就越大。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不需要人告訴我們知我們犯了什麼罪，我們自己心知。而事實上大部分人年紀越大呢，對自己有份討厭的，對自己不是那麼好的，我們因為我們知道自己多不妥，我们知道自己几多问题，我们知道自己几污糟、几肮脏，有个 self-loathing， 大部分人都有。我们如果真的细察一下，我们对其他人，我们关心的人，我们对他好过对我们自己的。只是看食药，你已经知道了，一个仔食药他不吃，你会逼他吃，但是医生给药你吃，你很多时候自己不去吃。为什么？为什么对个仔好过对自己？因为知道自己不妥，知道自己里面有些人不妥，知道自己不完美，知道自己是几黑暗。这个妇人已经知道他有罪，这个是天主特别亲近和爱的。耶稣对自己知道自己不妥的人是从来不指责的，在圣经里面，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过耶稣指责一个已经知道自己不妥的人。而往往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不妥的人，或者不去时常知道我们几需要天主的救恩，忘记了我见到另一个罪人，我们都是同一条船而已。 Bishop Barron 说，我们同坐一条船，所以大家都晕船浪，我们大家都晕船浪，我们大家都是个不妥，所以说哪一个没犯过罪的，就第一个拿石头扔他了。一个一个这样走，由老的到后生的，全部都有犯罪，犯得最多罪的偏老的人，这个是正常。因为知道有如圣咏说，天主，如果你将我的罪显露出来，还有哪个能站立得住？大家看到神父好像非常好在这里做弥撒，如果你知道我告解庭里面的内容，你会很不同的立法，还可不可以站立得住？
但是天主的慈悲是大过我们的罪，不是等于天主不知道我们犯了罪或者同意我们犯罪。耶稣在这里有个细节，他没有站起身走到那个妇人那里，这个就是说他直身，他仍然是坐在那里，他用同样低下的位置跟个女人说，女人，没有人定你的罪，没有，我都不定你的罪，但是他没有在这里停，他说不要再犯，不要再犯。我们自己深知自己有罪，如果不知道的，我们需要去乞求主耶稣，耶稣帮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这个第一样东西。第二样，如果让我看到你的慈悲，你的死流出来的血灌溉我、洁净我，是大过我所犯的一切罪。有很多人是接受不到这件事，很多时候告解在 counseling 的时候，有些教友都会来说，神父，我宽恕不到自己，我宽恕不到自己。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大的罪，可能是一些通奸、堕胎、骗了人钱、甚至杀了人、严重地害到人、家破人亡、都是一些 大的事。但是天主的慈悲是大过这一切。那个跟耶稣一起钉那个凶犯，不是只是一个小偷，是一个凶犯，正在钉十字架。他讲一句说话，就说今天你与我在乐园里。一句说话，这个女人不知道她多少罪，几次很多这个女人、犯大罪的，或者是一些税吏、或者种种，耶稣一句说话宽恕了，他的一句说话，他的一滴血足够，让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他的慈悲是大过我看到我自己犯了什么。他说就是，他说你没有罪，感谢天主。如果你还是捉住说不是我不行、那这个是我们的骄傲，这个不是谦卑，这个是骄傲。骄傲是我的罪是大过天主的，我接受不到的，天主你接受到，我接受不到，好像我是厉害过、大过、重要过天主的。但是天主说 No， 你是我的仔女，你是我的仔女，我说你没事你就是没事。我们能够接受这种白白不堪当的宽恕，这个就是真谦逊，这个就是真释放。当我们看到这个恩赐的时候，这一种的无条件的接受，他的慈悲这么大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恩宠，令到我们真的会不再犯罪，是接受无条件爱的施予，正是这个宇宙里面唯一一个动力，可以令到我们真的从罪那里断绝了，重新开始。所以各位，如果你有一个、两个或者多个多年来都戒不到的罪，可能是大的，可能是小的，不要紧，都是反对天主的，都是涂黑我们自己内心灵魂的。如果我们试了很多东西都斩断不到，记住就是我们要来到耶稣面前，完全白白无条件不堪当地跟他说，耶稣你宽恕我，我多谢你，我领受你的恩宠，给我经历这个恩宠的伟大，我不想再失去你。是唯有这种动力才可以令我们真正重新开始，不再犯罪，不再愿意犯罪。很多时
我會同自己講一個再簡單啲嘅一句説話。點解我會犯罪？就是、因為我愛犯罪多過愛天主。但係你咁無條件咁愛我，你嘅愛其實好大好偉大。所以我同天主講，天主今天每天一開始我同天主講，天主今天你幫我，讓我增加我對你嘅愛，好讓我愛你多過我愛我呢幾個罪，我呢幾個常犯嘅罪。感謝天主。让我哋将我哋嘅土星献上，我哋为教会今日天嘅需要，好多教堂都闩咗门，好多神父嘅工作都好受阻，愿天主坚固神父主教嘅心智，俾佢哋智慧，俾佢哋牧民嘅心，俾佢哋唔同嘅途径可以继续去照顧天主俾佢嘅養責，我哋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所有重病嘅弟兄姊妹，特別係因為呢一個疫症臨危嘅弟兄姊妹，願天主賜予佢哋一切嘅恩寵，賜予佢哋治癒，賜予佢哋平安，賜予佢哋走近你，轉化佢哋嘅心。我哋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所有嘅前線人員。为所有牺牲咗自己嘅安全而去帮助患咗呢个疫症嘅弟兄姊妹，特别系啲医院里边嘅服务嘅人员，愿赐予佢哋适当嘅休息、适当嘅精力，亦都赐予佢哋心境上、精神上嘅平衡同埋力量，保守佢哋能够可以真诚有效地照顾每一个病人。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聽我們，主耶穌，我哋再乞求你，求你去將呢個疫症停止，改變佢嘅方向。求你都賜予我哋嘅科學家、我哋嘅醫學人員智慧，安排佢哋能夠盡快揾到醫治呢個病症最有效嘅方法，同埋研究出適當嘅疫苗。我哋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為今天好多仍然因為呢個疫症而感覺到彷徨、恐懼、憤怒，受到經濟上嘅壓力，特別係可能喺心靈上、精神上受壓嘅，天主求你保守佢哋，教導佢哋去歸向於你，將佢哋種種嘅重擔交託喺你手中。我哋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主求你教导我哋守望相助，唔好净系顾住自己嘅需要，亦都留意我哋所认识嘅人身边，我哋嘅邻居有好多可能极其需要别人帮助嘅，让我哋懂得去慷慨关心，让我哋懂得去将我哋所有嘅去帮助缺乏嘅弟兄姊妹。我哋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慈的天父，请收纳我们的土星，帮助我们今天再投奔你的怀中，依恃住你，将你的喜讯活出来，藉着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
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天主，求你垂视我们以克己苦身所作的补赎，收纳我们的献礼，并净化我们的心灵。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你藉着你圣子的救世苦难，促使普世赞颂你的尊威。你又藉十字架无比的威能，审判了世界，彰显被钉者的胜利。为此，上主，我们随同天使以及所有圣人歌颂你，欢欣踊跃，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者，基督，我们每次吃这饼、饮这杯，就是传报你的圣事，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他的正配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并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亡。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彼此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妇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没有人，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不能领圣体、实领圣体的痛苦的时间，让我们将我们这份的分离的痛苦亦都聯合住天主耶穌，奉獻咗，特別係為最有需要嘅靈魂。我哋呢家發神領聖體，我的耶穌，我真心全信你在聖體聖事內，我愛你超過一切，我渴望領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現在不能實領你，請賞我至少能神領你的恩典吧。我擁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
请大家祈祷。天主，我们仰赖圣体圣事的助佑，获得了力量，求你使我们常能革除恶习，忠诚地追随基督，日渐走近你的台前。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尼撒米城，我哋继续念我哋呢个慈悲串经，继续为今天最有需要嘅灵魂，特别系临终嘅灵魂，身边冇人陪同去准备佢，得唔到圣事，告解，富有，临终圣体嘅弟兄姊妹，亦都为最远离天主，喺呢个时间。还未醒觉，归化于天主福音的弟兄姊妹，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圣神降人，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搬着比拉多时蒙难，他被钉十字架，死而埋葬，他下降阴府，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他升了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诸圣的相通、罪恶的赦免、肉身的复活、永恒的生命。阿们。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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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至悲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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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因他的至悲惨苦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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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
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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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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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生之父，我把你至爱之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因他的自卑惨苦难，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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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至圣天主，至圣强有力者，至圣长存者，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主耶稣，慈悲的君王，我信赖你。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